不丹的千年灵芝，还有这个大师的活光普照的画做成的这个板桥四季。对，是由 Nodi， 就是 Nodi 的 Nodi。好，大家好，联合早报朋友们，大家好。所以我现在我是记者任吉，我现在在哪里呢？我现在其实就在樟宜机场，第二大哥大厦。然后我在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呢？因为我们这里所有人呢，都在其实都在等高雄市长韩国瑜，他大概一会儿他的飞机就会降落在新加坡，然后他就会开始他的访问新加坡的行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哇，现在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很多民众，有的呢是本地的。韩国瑜的粉丝，也有呢是侨居在新加坡的台湾人，他们也是自动自发的来迎接韩国瑜。然后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已经有准备好了花，已经就是准备一会儿献给韩国瑜。然后据我们了解，其实本地的台商团体呢也有准备特别的礼物，神秘礼物要给韩国瑜。那么一会儿呢，哦，已经有人带了包，你是送给韩市长包？送给韩市长，送韩市长。我高雄人，送给韩市长。哦，你是高雄人？对对对。哦，韩市长，为什么会想着要送？对啊，包子头，我们包子队友了。对啊，对，祝他选总统，总统好。啊，你是什么包子啊？肉包，肉包，好好好。你请问你在新加坡待多久了？二十三年了。二十三年了。哦，然后这一次韩国瑜，之前韩国瑜选这个市长的时候，你有没有回去投票？我没有，没有。对，但是这次来请他们，这次来这里来选他，迎接他了。好，谢谢。挺多的，对对对。啊，杰斌雷，杰斌在哪里、啊？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就 是, 是这个给韩市长准备了什么礼物？给韩市长准备了是五样的特别的礼物。特别礼物。对对对对。透露一下。第一样当然就是因为新加坡太阳很大，所以我有看到市长戴帽子，但是呢，我希望他这个帽子呢是这个能够遮阳，在新加坡嘛，所以这个帽子的颜色是白色的，白色是代表清廉。清廉啊，然后呢，太阳眼镜，希望保护市长的眼睛，也希望市长在任何的黑暗情况底下都能够看得很清楚，然后呢，第三样就是一条九头马的。九头马，因为我们中国是讲八骏马，很难看到九头马的手帕，就是今年属马的走大运马，希望市长能够有九匹马给他用。比别人多一批。然后第四个就是不丹的千年灵芝，因为灵芝是一种很奇特的，而且是在不丹生长，是完全是没有被污染的。那么这个千年灵芝，它每一年只能长大概一层，小小薄薄的一层的那个纸巾的厚度，所以它要长到这样子厚的时候，大概就是要千年的。那这个不丹灵芝是因为代表着不丹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国家，我们希望市长长命百岁，然后能够把幸福快乐带给更多的人。那这个灵芝呢，是因为上次我先生受伤，然后不丹法王还有上师送给他让他身体恢复的。那现在我先生已经很好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拿出来分享。第五样呢，第五样就是一条叫做佛光普照的一条100条的限量版的丝巾，它是用那个我们有一位中国大画家丁绍光老师，他是唯一的一位在联合国用他的画作来做邮票的。丁老师呢，把他这幅画捐出来，让我们由罗迪的这个服装来做成了100条的丝巾。我待会儿会像卡达一样为这个夫人给挂上去，欢迎他光临到新加坡这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国家。好，谢谢美丽姐。好，谢谢。啊，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本地的台商团体真的是为了迎接韩国瑜的到来呢，准备下费苦心啊，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珍贵的礼物，就直接准备了五样这种珍贵的大礼。那么，其实现在已经看到已经
人数已经多到已经有机场的辅警要出来维持治安了。所以记者目测啊，记者目测大概这边有100多人，近100人了。嗯，对哦，然后还有，还有公众，他们是有准备这个给韩市长加油的一个小跑马灯牌。对，请问一下，您是台商，您在这儿生活多久了？我是世华，世界华人妇女工商协会的会长，这一届的会长，第四届的会长。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韩市长来到新加坡，我们来这边跟他加油，跟他打气。那请问一下，您大概是从几点就在这儿等他了呢？4点多就到了。4点多就到了，哇！好，那这样子的话，今天一共有多少人来？然后有没有准备一些小礼物呢？大概有，我看70-80个人有吧，整100个人。100多个人。100多个人有啊，有100多个人来到这里。我们都是自发性的。哇，好，谢谢，非常感谢，Sorry。所以说大家其实都是自发式的来到这里，迎接韩国瑜。那么韩国瑜他上一站在哪里呢？如果大家有看今天早报，他应该会知道他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然后呢，他其实在吉隆坡呢，他在吉隆坡其实也是签订了许多的一些贸易协定，比如说有价值1亿元新台币的大单，所以其实说他在新加坡的，他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会很期待，就是说他会签什么，他会跟新加坡签什么单，他会跟新加坡签订什么协议。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其实从明天开始也都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早报的 Facebook， 也可以关，我们会有直播，也可以记得多买早报，也会有相关的报道。可以不好意思啊，那我们怎么去看到这些资讯？联合早报。哦，联合早报。OK， 谢谢。不好意思啊。对，谢谢。哎，有观众说好像明星来了一样，没有错。你要问现在台湾最红的人是谁，就是韩国瑜。就连之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他前天的一次访问中，他都说了。他是老网红，韩国瑜才是真网红。所以说 Stanley 你没有说错，韩国瑜来就像明星来了一样。好，看到有很多旅客出来，他们以为这些都是在迎接他们的人，其实不是，大家都是在等韩国瑜，高雄市长韩国瑜。大家对于这一次韩国瑜访问新加坡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留言里面提出来，我会尽量给大家回答。然后大家有什么甚至关于韩国瑜他本人的问题呢，也都可以跟我说留言。这个美容节在新加坡的3代4代。哦，这个叫姨婆，这个叫姨婆祖奶奶了。哦，哇，所以说在新加坡了，全家都来了。不是全家都来，是她嫁过来之后就生了这么多了啦。所以说今天是全家都来这里。没有，今天是四代来接。这个叫姨婆，这个叫姨婆祖奶奶。哇，所以这一个算是四代同堂来接韩国瑜。来接机，全家出动。有朋友说看不到，是什么看不到？请说一下。如果是看不到韩国瑜的话呢，请不要担心，他还在飞机上。所以这是一家在本地的台商，他们四代同堂都来接韩国瑜。Kango 问有官方来接机吗？这个没有，目前没有。对，目前没有。都是在新加坡生的吗？都在新加坡生的，对。都在新加坡，生给新加坡报国了，生在报国。哇，还有人直接带了一个韩国写给韩国瑜的这么一个小的这个贴纸来。
大的贴纸，非常可爱。请问这个是你们自己写的吗？对，我们自己写的。不过我的朋友不在这里。你是台商吗？还是不是，没有，我们是旅居新加坡的侨民。侨民啊。对，我们自动来的。自动自发。没有人找我们。对，我们打去大使馆，大使馆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自己查资料，我们一直查一直查这样子。我们看台湾的中天网，还有看新加坡的早报网。没有，我现在就跟你讲，也有早报幕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要到，对，所以我们就自发自己过来的，自动自发。请问你们在请问您在这个新加坡待了多久了？30多年，我41年了，我30年，老新加坡了。哦，我没有，我大概10几年，还不到20年，20多年。很久了。你们是高雄人吗？不是，我是台北。台北，都是台北。台北。然后会特地会来接高雄市长。会，当然了，台湾来的吗？都很开心。对啊，很开心。不是，因为觉得是一个，他是我们的一个希望。对，觉得是个希望。是这样子。虽然我在新加坡住30年以上，我还是新台湾公民。哦。对。所以说是哦，有朋友问为什么 FairPrice 代表也没有来，明天会去跟 FairPrice 签合约，所以明天记得看我们的直播哦。看明天告诉你，我等一下告诉你们行程。哇哦，原来不只是一个韩字哦，原来是韩市长加油5个字。好有过年的气息哦，感觉过年年都还没有过完。我旁边有人说感觉好像年都还没有过完，然后整个就蔓延到了现在。可爱可爱，这个太可爱了。还有哦，有人拉出了横幅，所以说有横幅来。哎，不好意思啊，哦，所以说已经有这个有一个横幅，热烈欢迎高雄市长韩国瑜莅临新加坡，还有带花。Regine 问是不是在 Jungkook？ 不是，是在 JEM， J-E-M， Jurong East， 对 ，Jurong East。哦，其实大家仔细看啊，其实他们都有穿制服，里面穿的是橙色的衣服，橙色的。赶快进来。然后有，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大家都很好奇韩国瑜的行程。所以在围着知情的记者问他韩国瑜的行程。Kenna 带的不是馒头，带的是包子。刚才已经有一个大叔带包子来，就是他。这个大叔其实带了包子来送给韩国瑜。对，康乐没有说错，是要带包子。为什么要带包子？观众里面有没有人懂为什么要带包子？托比问可以访问台湾的记者吗？台湾的记者还没有到，刚才这位是本地的记者。Sandy 问韩国瑜什么时候到？他应该是6:20左右，他的飞机会从吉隆坡落地，他坐的是马航，已经 confirm 落地了，还没有落地而已。还有人带了一本跟着月亮走的
书，相信是韩国瑜竞选时候推出来的手册。也夫没有说错，韩国瑜早前被总统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骂是土包子，所以说他的支持者为了支持他呢，就特地带了包子来送给他，包子王，所以他现在自以为包子王。来，我们拿那个加油的哈，拿韩市长加油，请入列，请入列，拿加油的，来来来，没关系，就拿高一点，拿高一点的，新加坡人，拿到后面拿高一点，你名字都做了吧？看韩国瑜，对对对，你可以跟我们讲，我是早报的记者啦，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啊、哦，你贵姓啊？怎么称呼？我姓李，李先生，请你讲一下，就是说你对韩国瑜了解多少？韩国瑜不错了，他的政策很好，他是双语啊，他都英文的，在台湾教人读英文，英文是国际上有最重要的。你要走上国际，一定要有英文。那么，请问你知不知道他这次来新加坡是做什么？拼经济了。拼经济了。带动台湾拼经济。然后你有没有希望，就是说他能跟新加坡签什么经济上的，有什么经济上的合作吗？那个水果啦，农产品啦，带动台湾的农民呢，比较好一点生活了。你会去买吗？如果有高雄的，确实可以买水果吃啊。吃过吗？吃过，有，我去年有去过台北。韩市长，好，所以说除了，以莲问他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保镖跟着，相信他会有他的随行的人员跟着。然后刚才其实我们也有采访到一位本地的人士，他呢是说他其实觉得。他是特地来也是来接韩国瑜的，然后他觉得就是说非常希望看到高雄跟新加坡之间有一些经济上的合作，然后期待呢能在新加坡吃到高雄的水果。哦，有人问明天几点在 JE， 明天差不多十点左右。然后请问大家，现在我要问大家了，观众们有没有吃过台湾的水果，尤其是在新加坡吃过高雄的水果，如果有的话吃过什么水果，好不好吃，留言告诉我好不好。你是中肯的是不是早报？直播，对，早报，早报，联合早报，对。不是新加坡市长，是韩国瑜，是高雄市长。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周围已经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了，包括甚至于一些游客，他们都好奇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说你也是刚刚来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在樟宜机场第二大客大厦。我们在干嘛呢？我们在等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航班降落，然后等他出境，然后我们会访问他，我们会直播。有朋友说了，他过年的时候买的是台南的橘子，没有见过高雄的。那么如果有高雄的橘子的话，你会去买吗？你会想去试一下吗？还有朋友一阵风说蜜枣很脆，但是很淡。这个我没有吃过高雄的蜜枣，所以没有办法评价，但是蜜枣相信有很多不同种类的。
到那边了，所以等一下那些媒体朋友就会过来了。希望大家呢能够比较聚合在一起的。然后台湾的媒体也要来了，他们的飞机，他们的航班呢比韩国瑜的早了一点到，所以他们很快就会过来这里，然后就守着这个出口38号，然后就等高雄市长韩国瑜出现。有朋友说很期待吃高雄的水果，我也很期待哦。所以说韩国瑜，刚才也有人问到韩国瑜接下来的行程是什么，那么韩国瑜明天呢他会在新加坡跟我们的两大超级市场supermarket 签约，来售卖高雄的水果，在所以说相信今年之内很快就能吃到来自高雄的水果了。那么这两个超级市场是哪两家呢？第一家是 FairPrice， 第二家呢是深松。对，白人说新加坡也有市长，新加坡确实有市长，新加坡有几个市长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留言告诉我。熊林问今晚韩国瑜有什么行程，今晚的行程我们不太清楚，直到他降落了之后呢，应该相信就是回酒店休息了。Gabby 问高雄什么水果出名，我也不知道，但请知道的朋友们呢麻烦留言回答一下，帮个忙，高雄什么水果出名，或者是你吃过什么高雄的水果觉得特别好吃，非常要推荐的。哦，相信是有朋友说了高雄的香蕉出名，还有上将说高雄水果好好吃。嘀嘀咕咕说蜜枣很出名，他们说香蕉，金木说凤梨芭乐菠萝莲雾，哇，谢谢大家回复啊。 Gabby 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高雄出名的水果，之后在本地的超市能买到高雄的水果的时候记得要去看一看有没有这些哦。所以说其实还有小朋友也是跟着家长来接韩国瑜。哦，还有大叔拿着，还有昂哥拿的是韩国瑜的这个投票，哎，不是这个，欢迎他来新加坡。你是新加坡的粉丝对吗？新加坡的粉丝。你这张是哪里？对，我很喜欢等到他来跟他见面。我从台湾拿的。啊，就是我现在要给他签名。你要给他签名。对，我希望他可以见到他市长。来吧，他市长来了。谢谢啊。好吧，韩国瑜还没有来，所以大家请不用那个。所以看到有一些游客，他其实是面带疑惑的，就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哎，金木说刚才那个哥拿的是竞选海报，没有错，就是韩国瑜当时在高雄竞选的时候的海报。大家还知不知道韩国瑜除了炮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外号，如果知道的话都可以留言哦。哎，看到很多人都留言说蜜枣很好吃，大家记得要去买哦。
啊，还有网友说他是特地回高雄投票。对，韩国瑜在竞选的时候也说自己是卖菜郎，为什么他叫卖菜郎呢？看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韩国瑜要叫卖菜郎，留言告诉我。看到这个阵仗，有没有感觉恍然觉得，就是说来的好像不是韩国人，好像是韩流明星，也没有错，就是韩流。对，因为韩国瑜之前在台北北农做总经理，所以他才叫自己叫麦菜郎啊。看来我们观众朋友们都特别不错哦。台媒也来了，台媒台媒，看到没有？所以其实台媒也来了，所以他们在打光。等一下拿，等一下给你拿啊！那个先出来，先出来，先出来，可以啊，你要到前面来拍吗？那你可以过，王王。你们是中间的吗？我不是，我是早报的，哦、早报联合早报。对，哦，有台湾的媒体哦，中天哦，还有苹果日报的记者也来了，看到他刚下飞机。是的，所以台湾媒体已经陆续来了，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其实韩国瑜也快到了。陈明你不要送什么，那个东西就看，还有 TTV 的记者、摄影记者，各大记者都来了。但是大家记住，哎，看他们的报道不如看早报直播。所以现场开始有一点混乱了，因为媒体记者都来了。让我也进去。你要进去，进到里面，进到里面。对，我要，我也要挤一下。小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所以说，最好还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台湾媒体至少来了个四五家、五六家。对，所以其实非常多的人，其实都是在访问这一个自动自发来迎接韩国瑜的这些台湾侨民。有朋友说要是在第几大课第几行下，是第二行下，对，差不多有十二家媒体，谢谢。好，这个就是本地台湾侨民给韩国瑜准备的礼物，白色的帽子，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第一项。第二个呢是太阳眼镜，在黑暗之中也能够看到很清楚、很明亮。对，那么第三样的东西呢？在哪里呀？准备的第三样是来自不丹的灵芝，千年灵芝。
让大家看一下幕后到底有多少台湾媒体，看一下幕后有多少台湾媒体层层围住，所以等一下大家晚上要是看到台湾的新闻，就大概知道幕后是什么样子的了。对，它长到这么大的时候，它真的就是要来了来了来了。还有，我要问一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韩国瑜有没有英文名是什么？知道的话留言跟我说。还没有，还没有。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比如说想让韩国瑜在新加坡品尝什么美食，去哪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哦，有朋友给出了正确答案哦，丹尼尔，没错。Kango 不叫 Freddy， 叫 Daniel。有朋友留言了，希望韩国瑜吃肉骨茶。除了肉骨茶之外呢，还希望韩国瑜吃什么？鸡饭，没有错。还有什么？没有人想说辣椒螃蟹吗？ Russell 不是 Vin Diesel， 虽然都是秃头。海南鸡饭没有错，榴莲，对了，我就是想看到这一个。韩国瑜是来卖水果、卖农产品的，怎么能不吃榴莲呢？对不对？所以想韩国瑜在这吃榴莲的呢，点赞给我们点赞，多点点赞。Jack 卤肉饭是台湾的美食。不要弄错了。有人 crossbows 吗？我真的没有过 crossbows 的时候。包子有拍吗？我已经不知道影圈在哪里了。Oh no！ 好了 ，OK。可以可以，够了够了。现把送回现场大概多少人？我只能说，我们已经被挤到靠着贴着玻璃了，所以人很多。至少两百人了要。哦，有人在开始唱 Rastafarian 了，欢迎韩国瑜哦。永康，韩国瑜的座机已经降落了，我们现在就等他出来而已。也是有朋友已经指出来了，这位女士呢就是本地的台湾艺人陈明丽。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好好，明晨说欢迎新加坡人去台湾观光，我们一定会的。也是 Yokit Lim 说带韩市长去吃榴莲，这个想当然应该会要吧。我按喽。大家知不知道韩国瑜这次来除了新加坡之外还去了哪里呢？他上一站在哪里？有朋友说新加坡的网络比较好。对，上一站呢就在马来西亚。他去了哪里呢？他去了吉隆坡。他在吉隆坡做了什么呢？他签了约，签了约，签了多少呢？签了价值1亿元新台币。That's 100 million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more familiar with English. 100 million new Taiwan dollars worth of contracts. 有了，还没停。你的后背包装不下去，我把它放进去吗？那你后背包怎么能放进去？这个给我。他肯定是得拿到的了，但是，好的，我现在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抵达处这边。韩国瑜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我们不看人群了，我们看韩国瑜，等他。那个没有，那个电池没有，我已经说备用了。哎，是的，所以现在的在场的机场辅警已经在控制秩序了。这个是我们新航的空姐，有点被吓到了。新航空姐有点被吓到了，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呢？哦，原来不是迎接我们的，是迎接韩国瑜的。所以现在韩国瑜呢，他的航班已经降落了，我们现在就在等他和他的团队出来出境。对，有朋友说走路也要一点时间，还要领行李，对，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相信韩国瑜很快就会出现了。可以看到有一些小朋友看到外面的这些长枪短炮感到非常的兴奋。哦，有一位 Daniel 问，应该很快就出来了吧？是的，我们的 Daniel Han 高雄市长 Daniel Han 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哦，有朋友说爆肝熬夜等韩国瑜市长，这位朋友你是在哪个时区啊？往那边呀，在海关。那边再过去一点吗？过去一点吗？
过来这边好不好？大家这样一条线了，不要这样问嘛。所以现在其实发生场面有点混乱，发生了一点小争执，就是在场的媒体与辅警发生争执，尤其是台湾媒体。原来来就要这样玩，那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要停？前面要飘一点，所以他可以出来。再往后了，会告诉通话。这群你们拿麦吗？有啊，你会帮我拿麦？但是我现在挤不进去。对，我也挤不进去。来来来。等一下媒体，大家一起往后退好不好？大家一起往后退啦！你剪刀在后面，大家就不会往前了。你不要再过来。对，文字我们挂一下，文字对一下好不好？我们去找一个联防点，就我们待在这里就不要，我们待在这里就不要堵，好不好？就在这里，拜托都不要堵。过来了，文字。先过来。来舒好。不好意思，新加坡媒体，早报记者。你好，谢谢陈先生。这就星期三了。我在你后面。就是前面。下午是在深圳。对。我老板会来。您会在啊？心里有数。有一个。那个什么宁运前的记者所以刚才发生了什么呢？刚才其实是有机场的辅警出来控制一下秩序，清出了一条通道。这条通道
然后现在媒体呢都被赶到了这个通道外面，然后也有机场辅警在这维持秩序。你等一下，可能需要稍微低一点点。可以，谢谢，谢谢。好，你再讲。那今天那个小事情。要不要过去？不要过去。啊，有朋友问发生了什么？现在基本上新加坡媒体跟台湾媒体都在这里等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出现。啊，有朋友要看一下现场的人群，所以给你看一下现在里三层外三层。各位，我们请大家一定要遵守秩序哈。我们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高秩序的国家，我相信我们的群众也一定是非常高水准的。所以等一下韩市长出来，我们可以很热情的欢迎韩市长，但是请大家不要推挤，因为我们有很多媒体的朋友在这里。那么待会儿请大家不要紧张，全部在那边排队，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跟韩市长拍到，因为我们会让市长站在前面，然后六个六个跟他拍，拍完了就走，照片不要个人拍，没有办法，没有办法。Hello， 我是来自高雄市政府的单身一号。那我跟大家沟通一下那个次序的部分。待会市长出来的时候，大家热烈欢迎，就是表现出很热情，然后欢迎我们市长。那他的动线我们会引导他从这边走，那地铁这边就直接过去。然后过去的时候呢，有文字记者在那边接受联访，其他间就是林姐可以在这边就是接受大家的欢迎，好、哦，跟今天的市长。然后我们一直引导到那边再受访，之后要拍照再一起拍照到那边去，我不要影响就机场的作业，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哦，那就这样子哦。好，所以高雄市政府的团队已经有人员出来了，然后刚才其实还是在跟在场的媒体协调。我们把场地移到第二场地，我们不要给我们的这个保安人员非常的紧张，给他们太多的压力，造成很多旅客的不方便，好不好？谢谢。我这样走行吗？我这样走可以。后退后面很宽啊，看他走出来。有朋友问韩市长在哪里，韩市长还没有出来，耐心等一下，他很快就会出来了。是，然后等市长出来的时候，市长不会在这里接受任何的访问，我们就会把市长引导到去第二个地方，所以请大家跟着市长走就好了哈。我们不要推挤，然后不要喧哗，我们对，我们不要造成其他的旅客的不方便。OK， 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所以市长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唱那首欢迎市长的歌，啊，真正高兴开心的见到你，满心欢喜的欢迎你，欢迎韩市长，欢迎韩市长，我们欢迎你，好不好？啊，亲是韩市长，旧是韩星，还是韩流？那
们因为韩市长为了要见我们大家，所以他不走公路道，所以他不走公路道的时候，他走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在现场造成任何旅客的不方便，也不要给我们新加坡的本地的保安有造成任何的困扰，好不好？我们新加坡人最棒的。我们等一下吧，之后请大家注意啊，看那个穿着橘色的衣服的，穿橘色的衣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请大家配合他们，好吗？好，那我们就可以大家，对，像这样子的衣服，像这个橘色的衣服的 ，OK， 好，橘色的衣服，穿橘色的衣服的请举手啊 ，OK。我现在用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很兴奋，但是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表现出我们新加坡人的高秩序整齐啊，好不好？布条也是等一下要跟着我们走的哈，谢谢。对，现在刚加入的朋友们呢，我们现在是在樟宜机场第二大科大厦，我们现在这么多人是在等谁呢？就是在等从吉隆坡过来的，即将开始自己新加坡访问行程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对，有朋友说现场怎么能够没有尖叫声呢？但是这是在机场，所以说大家在网上看的观众们，如果要给我点尖叫声的话，就帮我点个赞，好不好？对，给我们点赞比心，然后关注我们的联合早报 Facebook page， 因为我们不只有这一场直播，然后接下来还会有继续有更多的直播啊。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在留言了，尖叫音，我感受到你的尖叫声了。接他过来一下，他等一下走。
我看一下，大上面。右上角。32。啊，32。32。32。那么久。对。然后他说，就是反正我们后面没电就39。我们有三种的，可以放低一点吗？可以看到大家都有自备那个欢迎的小牌子，欢迎韩国瑜来新加坡。收到大家的尖叫声啦，谢谢大家。我对现在正常，等下会有一群拿蓝灯打出来，就是正常。等下会有拿蓝灯在四千转了。现在对数是2000多啦。快到四千。打白灯对的啦。我现在正在等一道蓝灯出来，总算不就正常了。还是等。力道不够哦，到要再跳啊！见到人就有力了。好，好，好，先挂掉，好，先挂掉。我没办法打，我两只手在拿摄影机。好，再给你们练习一次，把精神提出来，好不好？好。好可以吗？过来了吗？过来了吗？还没，还没，还没。你可能要看一下，因为他可能很忙，因为挤在那边。有朋友问韩国瑜会来几天，目前我们知道的行程是他会来3天，今天、明天、后天。是的，现场确实气氛非常热烈，但是我觉得我们直播上的观众也是非常热烈哦。我看到现场，我看到点赞还有比心一直都没有断过。包包嘞？我一下，谢谢。我再还你。拿来，明晚。下下。不要放屁！我也绝对不要放屁啊！你不能放。提醒我。你绝对不能放。我刚才有忍住了。其实还没有给大家看一下我身后也是有这么多人，他们都在等谁？他们也是在等韩国瑜。今天最大韩流。哦，对不起 ，sorry。
快迟到了。有朋友问韩市长在哪，韩市长在这里面，在机场里面，在禁区里面，我们在等他出来。陈淑敏你好，请不用看主播，等着看韩市长就好了，主播没有市长好看。来了，在哪里？好，我们的同事跟我们说，韩国瑜市长已经出来了，他应该准备拿行李，然后很快就要出来了。大家赶快把这个分享出去哦，韩国瑜就要出现了，让更多人看到韩国瑜韩市长的韩流。好，出来出来，来了，在哪里啊？在那边，在那边。对，韩国瑜已经来了，所以看到，所以那一群人就是韩国瑜，还有哦，还有他的团队，然后看到大家都在准备看了，然后我要去我们找好的地方等他。啊，对不起，对不起。在哪里？哪里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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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I think you better. Sir, you are too close. 讲话。Oh, you can. Okay, let's go. Okay, slowly, slowly. 有人呢是直接送到了包子，并且呢，其实他们在等待的是要买给市长的人，再跟这个草包来。现场很混乱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现场呢是非常混乱的。Sorry, excuse me. Hi, excuse me.
我们竟然是，我们，哎。
麦克风，大家安静点，我们给市长讲话，不好意思哦。来，麦克一下，来，麦克风。刚才有一只无线麦，无线麦在哪里？麻烦大家，我们就尽量简短，我们不要挡太久时间，好了，来。非常感谢我们陈小姐热情的接待，也要谢谢我们新加坡，我们这么多台湾同胞定居新加坡，在这里生活、就业、求学，这么多我们台湾同胞在新加坡都来到机场，这么的热情，还要感谢我们所有新闻界的好朋友，我们这里有我们议会的议员，所有代表团，还有我们农会、渔会的代表团，这一次来新加坡，心里面非常的高兴。感谢大家这么热情，谢谢大家。如果有什么宝贵的问题，欢迎各位新闻界好朋友可以提出来，谢谢。市长好像下一周小包在新竹拿什么？姐姐，你要再过来。拿了一个包子，等一下晚上我们再吃。先包子。对，先。台市长在新加坡卖什么？会卖什么水果？我们希望这次有几个目的，第一个，我们希望帮我们高雄的农产品、渔产品找到固定的通路。我们这两天会把它落实，希望能够签一个3年约到4年的约，所以帮农产品、渔产品找通路。第二个，跟新加坡本地的企业家、好朋友，以及我们台湾一些企业家来到新加坡的大家感情交流。第三，我们会参观新加坡大学的帮年轻人创业的孵化器，未来高雄会即将成立青年局。高市政府会大力的来资助帮忙年轻人的创业，那新加坡大学这边办得非常的成功，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学习的地方。第四，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推销我们的高雄，让高雄跟新加坡有来有往，大家情感各方面的互动能够越来越浓密。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高雄市所请的观光大使，那这次在新加坡会陪着我们，也是新加坡名主持人啊，崔丽欣小姐，也是我们高雄特别请她当我们的代言人，她会陪着我们一起来跟新加坡来介绍高雄，这几个目的啊，这有多重的目的，非常感谢。大使是特别是从来都不回来，我是要进去接，不代表在外面。谢谢我们新加坡梁代表，刚刚忘了夸，对不起，谢谢我们梁大使啊，非常感谢，谢谢我们梁代表非常热情，谢谢。还有，你想去？他刚走过来，蛮像雪山造势，好像感觉姗姗造势又重回在新加坡机场、樟宜机场，非常感谢大家啊，非常感谢大家。等一下有机会跟大家，不好人太多的话，拱个手来致一下，相信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台湾哈。现在台湾已经有点改变了，现在高雄啊，现在已经南方崛起了，欢迎大家下次都来高雄旅游参观，然后看看有没有考察投资的机会啊。现在来的高雄越早，将来赚的越多啊。那马来西亚是评分表示哦，不给自己评分数，好吧，我们最主要帮我们高雄农民渔民打拼嘛啊。嘉惠姐给你们打分数，不打分数啊！我要谢谢我们的议会，谢谢我们陈麦，非常感谢大家，让他久等了，谢谢大家啊！谢谢。刚才还有两张礼物没在，怎么会？的灵芝呢，它能够要长到这么大，因为它一年只能长一张纸的厚度，所以它要长到这么多，就是差不多要千年。所以希望市长能够把不丹人民的快乐指数最高的快乐的国家带到高雄啊。那么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呢，对市长的宝贝，好的，这个就是夫人身上戴的这一条佛光普照，这是一个卡达，欢迎他。对，就是这五样东西，谢谢。谢，我是明丽，陈明丽。没事，谢谢您哦。对，好的，谢谢大家啊，谢谢啊，谢谢各位好朋友啊，谢谢。麻烦大家，好朋友们，的掌声来，谢谢市长，欢迎市长，市长好，谢谢，市长好，市长好。
全安全第一，来，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来。好，谢谢。
小心小心，后面有兔子哦，小心哦。Sorry sorry， 不好意思。十号，快到了。其实可以看到韩国瑜一直都是护着他的太太，非常的照顾妻子。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如果还想看韩国瑜在新加坡的行程的话，明天记得关注联合早报 Facebook， 我们还会有直播，就这样子。所以说这边啊，给大家看一下花絮，后面这是什么，这都是台湾媒体，台湾媒体。我们行李呢？行李都上了，都帮你上了，行李都上了，我先收拾了。还有啊，现在还有吗？有一些记者，我不晓得他们告诉我。现在还有号吗？没有啊，没有。都怎么有看到行李？还有行李吗？全部都拿过来。好啦，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啦。大家明天早上记得看早报网 Facebook， 差不多十点多的样子，我们还会直播韩国瑜在 NDUC Fair Price。跟大家先跟大家说再见啦，拜拜。Francis， 我也不知道韩，哎，我知道韩市长在哪间酒店。你看我们早报，你也应该会知道了。好了好了，不多说了，就这样子，大家再见。